告白成功，这就是你说的惊喜，漂亮。侯晓东，哎，你好了。 楚楚，我在练习呢，你先别过来啊，我就差那最后一步，我还有最后一步，就差最后一步了。啊！哎，这是干嘛呀？啊！快坐，小心啊！啊！我这腿还是不太行。 这种事儿怎么能急呢？伤养好了，自然就能走路了。都怪我，我不应该逞强的。可是这腿它为什么就不好呢？别灰心，啊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我给你炖了骨头汤，赶快多喝一点。 不过，你这酒吧怎么装饰成这样？是要办什么主题派对吗？完了，阿亮要来了，修罗场啊！啊，这个嘛，我可以解释的，等我改天再跟你说。不是说带我出来吃饭吗？怎么来奥斯卡这儿了？进去吧，有惊喜。咱们先离开好不好？哎。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。